瓷器就穿你的人文真善的行列。其实嘉义的师兄师姐一路的陪伴，让我去学习去成长，鼓励我们新进的师兄师姐，不要怕困难，做就对了。人文真善美，你怎么啦？其实呢，要说真善美，应该是超过30年。这是大家总是很真诚的，自动自发那一分的付出了，真的我很难以形容。整个瓷器总是呢，是每一个人的那一份真诚的心。我在闺蜜讲是安呢，30多年前的人文很扎实的，把它有名有名啊，那还有主，还有对，都已经呢，把整个架构了。名称架构都已经呢，安尼改建立起来，所以吼、哦，很感恩，很期待。我们过去的是这样做，从无到有，从很艰巨的到现在，这种虽然呐、啊，现在。工作更多，因为呢，时间越长，我们的这团体越大，我们人文呐、啊，要把历史留下来，地方更多，这种好人好事啊，把它留下足迹。建立历史，这是人间的教义。我们看来好像呢，啊，都欢喜做了，很自动自发，没去做。遇到了很多的困难，也是呢，耐心，而且呢，很有那一份的忍让的魄力。要不然呐、啊，这么大，这么多，个人各有大家的习惯，还有呢，每一个人总是呢，很多都是自己有事业、有职业、有家业，但是为瓷器投入了。总是要把事业家业啦，总是暂时要放下，很真诚的投入，承担起了这种历史的延续，所以吼、哦，爱用心爱用力，还要呢，真正的把它。建党负责，这都是很用心，而且很付出啦。有的呢，不少人自己很用心投入，还要呢夫妻同行，还要呢全家投入。最近啊，都是这样。开始一个人投入，再来就是家庭的另外的一位，他不只是支持你，还要呢帮助你，还要推动你，还要呢跟着你，这真的是哦，是好姻缘呐，同志愿呐。这种同心同志愿，走入了佛法，不只是求知，我们求真，
真正的人间的真谛，我们要去了解，还要呢去投入。所以这种你若无看过这项代志，你无法度把它摄影下来；你若无听到这个代志，无法度笔记记录下来。所以有声有相，还要有心，把它呢，迄、那个环境啦、境界啦，还要下，不是干那行，还要下。所以，瓷器的历史是很有价值的。这种价值呢，不是干那职业去做专业，不是哦，是真正的这种事业，用心、用爱、用付出，能放下，投入，人生二三十年啦。您投入瓷器做偌济代志？每一次出去要用几天的时间？你要把家里事业，就是要放下，总是要投入。干那只个重点费啦，好好去计算看卖，二三十年啦，付出无所求啦。自己呢，还要再付出，所以付出无所求，还要呢彼此感恩哦，感恩。你还要待人，你还要面对人，人与人之间的意见不相合，你要宽，你要忍，真好，真正是修行的大道场啦。总而言之啦，瓷器这五十多年来，总是脚踏实地，从零点一直呢，一个加一个，两个加四个，四个加八个，就这样的不断不断啊，这种菩萨早生啊，大家这样的浮动起来，这样想真的很美。总而言之，很感恩各位菩萨。现在真善美总是人能弘法，法慈济法，是因为有真善美拍起来，文章写下来，铺出去，这呢叫做弘法利生。真正是哦，师父真甲恁感恩呐，感恩各位菩萨，这咱不虚此生，这生吼咱拢真有价值，因为呢咱共同一个组织，所以互相勉励，彼此赞叹，好好的把这个苦啦，来把它宽好，还要不断的延续下去。听到您吼，夫妻同修，听到您吼，全家投入，这何其不简单呐！咱人的缺点呐，看上会出来是咱家庭的人看咱，咱有法度做到，互咱的家庭甲咱响应，而且呢，同时付出，这就是你已经被家庭的人呐，那这样的扶持了，还要呢跟你一起出来，这都是呢同心同志愿呐，你们已经做到了，修心，自己的心报心呢，已经很有到位，而且呢，也培养出了咱的佛性，佛性，佛性就是清净，咱
清净无染啦，安尼去付出啦，用最美好的己能这样的铺上来，厝的人呢呀欢喜，这是念欢喜地啦，跟您同行菩萨道，而且呢，把这个周围的人人，让他们呢看得到，所以呢，也可以把它渡进来，这个叫法分地，这个法啊，已经呢铺上了。空间啊，所以呢，天、空间，我们把法已经铺出去了。